顺利工，快点画，记得我们讲的时间，要到四川去转。好，这边是以前的黄沙梅。青苔之后就像火烧过一样，等一下示范，对不起，看到专辑。哦，好，等一下。这边是有几步胶，有海胶、尾胶跟那个印度胶。那他们怎么上去呢？这边你们会看到没有一个小门的。他们中间没有楼梯，就爬上去。啊，这个建筑风格啊，就是好像是一个那个太阳，就是要阳光。啊，这边你们会看到是这个石柱啊，都受到那个三个宗教的影响。最上面这些都是那个莲花，莲花是代表印度教，然后那个这个七颗星的这个图案是代表那个回教。是他的皇宫，也不是他住的地方啊。这个国王是那个每天那个下午的时候啊，就要带他的老婆们就要上去，因为那个如果要你要那个站在那个最上面呢、啊，就要风啊，要那个冷风啊，就是会比较凉快啊。因为夏天的时候这个地方就会比较热，所以他每天那个下午的时候要喜欢就住在最上面。然后这个建筑风格啊，是好像是那个佛教的那个寺庙一样。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工人呢、啊，盖这个建筑的工人呢、啊，他们是那个尼泊尔人、啊。所以他们在尼泊尔要看过这样那个木头那个做的那个佛教的寺庙，所以他们并不了解那个印度教的文化，所以这个建筑风格就受到那个佛教的影响。啊，你们会看到是那个最上面的第五层楼啊，有四个石柱，有没有？一二三四啊，这四个石柱代表那个一年的那个四季，一年的四季。然后那个第二层就是有那个十二个，十二个是代表一年的十二个月。然后那个第三层有那个二十个，二十个石柱，二十个石柱是，你们听过那个穆罕默德吗？穆罕默德，穆罕默德是那个印度教的那个第一个先知啊。然后穆罕默德死了以后，还有那个十九个人就当过那个回教的那个先知，所以回教里面有二十个，所以这个是代表那个回教的二十个那个先知。然后那个第四层有那个五十六个。回教的任何的节日，比如说那个斋节啊，还是小朋友的那个，就是那个生日啊，他们一定会做那个五十六种菜，因为五十六是那个回教的一个那个吉祥的数字啊。所以如果有人要去回教的那个婚礼啊，也是会给你那个五十六种菜。
最下面是有那个八十四个世族啊，八十四个是那个全世界，中共有那个回教有那个八十四个那个圣地，就是第一个是那个麦加，这样是中共有八十四个，所以这些那个世族都是那个代表回教的这些。啊，这边有一个，看有一个。所以他就很喜欢他的这个土耳其老婆，所以他就是为了娶到他的土耳其的老婆，在这边开一个小皇宫嘛，然后让他住在这里。然后只有这个皇宫里面，你们会看到那个雕刻就是最漂亮的，其他皇宫就没有那么多。然后那个蒙尔王朝啊，他们第一次要来印度的时候啊，他们给我们介绍那个三种那个两种水果，还有一个蔬菜，一个蔬菜是那个南瓜，啊，两种那个水果是葡萄。还有石榴，所以以前他们来自印度之前，印度没有这三个东西啊。所以在这边你们会看到有雕刻葡萄，这边是有南瓜，啊，这边是有那个雕刻石榴，啊，进去里面了。要是他有那个在这里啊，有雕刻这个星星啊，这是代表那个回教的。回教啊，这边你们也会看到有受到那个佛教的影响啊，有狮子形啊，对啊，印度教人呢，他们要拜拜很多那个动物啊，比如说老鼠啊，还有什么大象啊，但是除了这些动物以外啊，他们也会拜拜有些那个植物，啊，最主要的是要三种啊，第一个是那个菩提树，就是那个榕树啊，第二是那个罗勒树啊，第三是那个椰子树。所以在这边也有雕刻那个这三种，椰子树、榕树、椰子树。那这个是星星啊，那这个呢？这个不一样。一样啊。我们是印度菩提树就叫榕树啊。这个不是菩提树就喊它榕树。啊，这个是代表什么？这。蝙蝠的味道。好，这个房间是这个国王的那个卧室啊。下面这个是他那个睡觉的那个床啊。哦，这是他的床。对，所以以前是他们没有那个木头的床啊，所以他们的床以前都是用那个石头做的。他怎么爬上去？然后那个他要上去的时候啊，他们会带来一个那个移动的一个那个石头做的楼梯，他的仆人啊，然后他就爬上去，然后就躺在上面。因为什么他们喜欢就是躺在那么高的地方呢？因为他们也不相信他们自己的儿子，他们会怕就是可能是睡觉的时候啊，儿子会撒掉。所以因为他们的这个王朝没有这样的规定，是爸爸死了以后就是长子要当国王。比如说他们又生了那个二十个儿子里面是谁是最厉害就当国王，所以他们就是每次要那个想要争取那个爸爸的王位。
所以他的那个爸爸也不相信他的这些儿子，所以他在想。现在是那个这个国王的那个印度教的老婆们的那个厨房，因为印度教的这些老婆们，你要跟他老公讲啊，就是他们没有办法跟那个基督教跟回教的老婆就一起吃饭了，因为他们都要吃那个肉，但是那个他的印度教的老婆们，他们都是素食的，所以他们要跟国王说，就是要给他们一个另外的一个厨房，就是他们自己要做菜。所以在这边是那个他的印度教的老婆们在这边自己做饭自己吃东西啊，这边你们会看到上面呢，他们有雕刻那个每一个都是不一样的那个图案的那个耳环，耳环啊，一个一个都不一样的，每个设计都不一样。没关系啊，让他当背景。OK 吗？有狗狗在里面呢。等一下，有人呢。那我们往后退。不行，好。还跟着来了，你看。好。OK。
分多了。到处都有在叫卖的，只要他靠近你，都是不怀好意啊。